莱佛士书院，常春藤的直通车。新加坡莱佛士书院是莱佛士书院、莱佛士初级学院的统称，同莱佛士女子中学三所学校并称莱佛士家族，开设直通车课程，是学生不必参加中学会考，直接进入两年制高中学习。学校也开设特殊教育课程，面向全新最顶尖的1%学生。作为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学校，莱佛士书院一直都是新加坡最顶尖的学校之一。自1993年新加坡教育部发表官方的中学排名以来，该校一直保持第一或第二，目前学生人数4000左右。莱佛士书院每年被牛津、剑桥录取的学生数量比伊顿公学还要多，是实至名归的常春藤的直通车。这里的学生个个都是尖子生，成绩不只满足于考试取得 A， 他们还要在各科竞赛中获奖，考入各种各样的提高班，参加科研，而且必须要有研究成果。在学校近200年的历史中，培养了新加坡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商界人士，共诞生了96位总统奖学金得主。学校的使命是培养思想家、领导者和品格先驱。你也想与优秀的人同窗吗？你还想知道关于莱佛士书院的哪些信息呢？关注新加坡袋鼠学，关于莱佛士书院的校园文化、学校课程、学费、住宿情况，我来帮您一网打尽。